俗哥说电影包你能听懂，今儿给大伙聊一部澳大利亚的科幻片《升级》。影片一开场，在未来世界的某一天，我们的男主人公胡子叔正在家替别人修车。科技迅猛的发展让大多数人都享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服务，但这胡子叔是个传统而且有些保守的男人，他总觉得那些花里胡哨的玩意儿不太靠谱。他的老婆炮灰姐就职于一家人工智能服务公司。跟胡子叔不同的是，炮灰姐平时的工作生活几乎全部都人工智能化。虽然两人的观念有所不同，但这并不影响夫妻俩之间的感情，仍是135打情2468俏，周日煎饼果子再来一套。傍晚时分，炮灰姐跟着胡子叔去给客户小白脸送车。这小白脸可不是一般人，乃是某电脑公司的老板，专门研发人工智能高科技。小白脸说，你们看，这是我正在研发的高科技产品，智能可以说它无所不能，不仅可以驱动任何的东西，完成任何的计算，还能跟任何人闲扯淡。胡子叔本来对这种高科技的玩意儿就很抵触，因此说话也不好听。胡子叔说，以后什么活都让这玩意儿干了，那工人们怎么办？从小白脸家出来之后，两人坐着冷淡姐的人工智能汽车回家。两人在车里打情骂俏，正准备煎饼果子来一套的时候，出事了。冷淡姐这辆高科技汽车的操作系统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就失控，发了疯的往前冲啊，拽都拽不住。两人在车上手忙脚乱瞎捣鼓了半天的，可屁用都没有。随着咣当一声，这辆车的气氛算是正式杀了青了。由于两人都没系安全带，当时就被拴崩。这个时候，小分头带着自己的三个手下突然出现，二话不说就让炮灰姐领了盒饭，然后又把胡子叔的脊椎给切断了，直接导致胡子叔脖子以下彻底瘫痪。三个月之后，胡子叔借助高科技轮椅已经可以在屋里瞎溜达，而胡子叔的妈咪则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工作。转过天，胡子叔来到警察局，见到了负责他这个案件的警官酱油姐。可遗憾的是，警方至今没能查出那些人的身份。胡子叔一听，这气儿就不打一出来，说现在满大街都是识别我们身份芯片的无人机，可怎么一到关键时候就掉链子呢？酱油姐说，那帮罪犯非常的狡猾，他们会筑起防火墙，阻止警方的无人机对他们进行面部的识别。胡子叔说，你们这帮吃钱饭的，没有线索你叫我来扯什么蛋？胡子叔的命虽然保住，但生活质量下来，加上冷淡姐这一领盒饭，胡子叔早就生无可恋，一门心思想着自杀。要说这人工智能还是有好处，一看胡子叔不停地要求加大剂量，就意识到这哥们想要交饭票，于是急忙停止了给药。第二天的一早，电脑公司的老板小白脸来到病房看望胡子叔。小白脸说，上次我让你看那个叫智脑的芯片，可以让你重新的站起来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芯片植入的手术是在小白脸家进行的，手术非常的顺利，没过几天胡子叔就能站起来。这里边的原理大概是这样，先让胡子叔的大脑和智脑产生联系，然后再由智脑根据大脑发出的指令完成一系列的动作。而且最神奇的是，当胡子叔遇到一些自己无法完成的动作时，可以下指令把指挥权交给智脑，智脑经过计算会根据当时的情况完成一些高难度的动作。小白脸说，大哥，你得签个保密协议啊，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你一旦违反协议，我马上就关掉程序。在智脑的帮助下，胡子叔很快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罪犯。第二天一早，胡子叔按照地址来到了罪犯之一眼镜叔的家。当胡子叔正在眼镜叔家里瞎寻摸的时候，眼镜叔风尘仆仆的回来了。这眼镜叔是当兵的出身的，军体拳打得虎虎生风，上去就把胡子叔给揍懵。智脑说，再这么下去你肯定得嗝个屁，我希望能得到你的许可把指挥权交给我。胡子叔这边刚一下指令，智脑便开启了格斗模式，把眼镜叔揍的是鼻青脸肿，最后嘁哩咔嚓就把眼镜叔给杀了。小白脸说，你知道这芯片多贵吗？你要是再利用我的产品吓唬，那我立马就把程序给关掉。酱油姐根据无人机的监控设备发现，案发时胡子叔曾到过现场，他来到胡子叔家询问。胡子叔说，就算我去过又能说明什么呢？就我这腿脚，甭管是杀人还是闷着命，都是有心无力。转场之后，根据智脑提供的信息，胡子叔在老骨头酒吧找到了另一名罪犯老臭哥。当胡子叔再次把指挥权交给智脑后，智脑很快就把老臭哥给揍蒙圈了，而且捎带脚还给老臭哥整了容。智脑说，小白脸已经发现你的踪迹了，他现在正在远程关闭程序，你现在必须马上赶到春天路514号，让黑客破解小白脸的代码，然后再帮你植入一个木马的程序，颠覆掉原本的操作系统，不然程序一旦关闭，你立马就会全身瘫痪，啥也不能干。胡子叔一听可吓得不轻了，急忙赶往春天路514号。黑客这边刚替胡子叔植入了木，另外两名罪犯小分头和龙套哥又杀到。这龙套哥就不多介绍，这哥们来的目的就是交门票。胡子叔刚回到家就被他妈咪给看见，把老太太激动的是花里乱颤。而就在这个时候，警察酱油姐突然出现，虽然酱油姐没问出什么，
但却偷偷在胡子叔家里放了个窃听器。当胡子叔跟智脑对话的时候，被他听的是一清二楚。原来黑客植入了木马程序之后，智脑不仅摆脱了小白耳的控制，而且还可以不经胡子叔的允许擅自行动。胡子叔说已经有三个人领了盒饭了，咱不能再这么干。智脑说你这人不行，软弱无能，干不成大事。那小分头穷凶极恶，不把他干掉，你这辈子也睡不好觉。这事儿你甭管了，我来处理。虽然胡子叔有些不情愿，但此时已经被智脑控制了身体，也只能跟着走。酱油姐一看这哥们出门了，急忙开着车在后面跟着。智脑一看这姐们是阴魂不散的，于是便远程控制了一台正在自动驾驶的汽车，直接就把酱油姐的车给撞报废。转场之后，胡子叔找到了小分头。胡子叔说：“我跟你远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你为啥要杀了我老婆？”小分头说：“大哥，你误会了，是有人让我切断你的脊椎把你给废了。你老婆不过是烧太阳，只怪她命不好。”接下来是胡子叔跟小分头的一场生活战。原来这小分头以前不仅当过兵，还立过功，不过后来被政府当作小白鼠拿来做实验。他体内植入的这套设备，从战斗力方面来讲，比胡子叔还要强，因此很快就把胡子叔揍的是鼻青脸肿。智脑说：“大哥，所有的战术都已经用尽了，你自己想办法。”胡子叔一看这智脑指望不上了，于是便开始跟小分头玩阴的。这小分头虽然战斗力挺强，但却有颗玻璃心。胡子叔刚说了几句难听话，他就受不了了。轻敌和浮躁都是兵家之大忌，胡子叔趁机一鼓作气就让小分头嗝屁。通过对小分头手机的扫描，胡子叔得知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小白脸干的。原来小白脸研发出智脑之后，一直无法获得政府的实验审批。为了验证智脑的功效，小白脸派小分头等人把胡子叔的脊椎给切断，从而来进行自己的实验。那么小白脸为什么要选择胡子叔呢？因为胡子叔是个观念比较保守的人，身上从未植入过任何的电子设备。用胡子叔这种原汁原味的人做实验，得出的数据会更加的真实。小白脸说：“大哥，你误会了，真正的幕后大 boss 是智脑那孙子，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智脑让我干。这孙子想进化成真正的人，所以选择绿色无污染的你。他让你过来杀我，就是担心我再造出一个智脑。”很快，在智脑的控制下，胡子叔被迫杀了小白脸。影片的最后，智脑给胡子叔虚拟了一个美好的自我意识，而他则全盘接管了胡子叔的身体。看完这整部影片，我们还是来首唐诗压惊。暑假马上就过完，心里是否有点烦？好好学习别贪玩，不吃苦头哪来甜？